見啊！三年冇見啊 ，hello！ 快啲入嚟，喺呢度，系啊，仲系依間清朝老宅啊，系咯，已經過咗春夏秋冬，因為三年好多過四季啦。這個奇女子在這裡，介紹下醫生了，看看你啊，疫情三年搞了什麼。身同心啦，可以一齊去感受高原上面嘅經法嘅隧道。咁咧，仲有咧，我一路有個創作項目冇完成咧，叫做圍裙。圍裙咧，就係我收集咗全世界有故事嘅圍裙。咁其中一條咧，我一直好期待去收藏咧，就係朝聖者嘅圍裙。朝聖者嘅圍裙，去邊度可以揾得到？西藏邊度可以揾得到？高人波齊咯。帶住我一起出行，可以。咁啊，快啲 plan 啦，快啲 plan。好啦，我哋去西藏啦。好啦，出發啦，快啲出發啦。世界真的很奇妙，一个月之后我真的跟杰哥去了西藏，我终于来到了这个跟我的新创作有很大联系的地方。杰哥说今次去冈仁波齐找朝圣者的围裙，整个行程要揸车超过13000公里，还有50公里会在海拔超过5600米的地方徒步。这次是我疫情三年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，真的很期待今次的旅行会有什么新惊喜呢？自行这条路除了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之外，基本上是不会见到任何游客，甚至有很多路在地图上面都找不到的。所有你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色彩都会在你眼前出现，每个角度都可以构成一幅画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西藏可以这么漂亮。
好中意跳舞噶，佢系我同周边事物交流好重要嘅方式。喺西藏，我哋嘅每一秒都系一个感官嘅世界入边旅行，经常都会遇到好靓嘅色彩，比如日出啦，青稞田入边识跳舞嘅稻草人啦，仲有各种好有韵律嘅声音啦，美食同埋靓酒啦。喺呢啲时候，我都会忍唔住用舞蹈去表达对遇见一切美好事物嘅感恩。这个线条金帆拍出来跟天空白云。军哥，别再开了，我害怕。等一下，这边绝对是个露营的好地方啊！方圆几百公里的土林，没有人，除了我们的团队。然后我像掉入时空的一个过客，突然间来到了这里，对面这一片很空旷的一个土林，已经被风化的有点厉害了，那么沉默，挺悲凉的。我们不知道这几百年来这一片土地它经历了什么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阻止大自然的变化，它将来会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哇，真的找不到什么词可以表达此刻的心情。Justin， 快点下来。呢度系收服过喺度，嗰个透气嗰个。嗯，系嗰度系咁长时间，嗰个金嗰个。写经文的颜色是朱砂红，这应该是天眼吧？智慧启动的人都是开了天眼的人。Om Mani Padme Hum， 这个应该也是用矿物的自然的颜色把它写上去的。啊，不错，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就是天然的矿物的颜色。这是粘土，哇！这个画画的人的习惯就是，拿到任何的东西呢，都想把它抹一下，看看跟周围环境那个颜色的对比是什么一个状态。那个层次，像这些，这个横的这个线条，然后跟这个竖的，人和自然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。很多时候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这样子，一个很自然。发自内心的一个状态，很直接又很自然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天空蓝的太不像话了，就是白云天空。这个估计画笔都画不出来。
是什么音调呢？一幅墙的后面竟然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很真实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机理，哇，那边你看远处那边还有房子，还有洞穴。像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，但是建筑留下来的痕迹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他们生活的一个场景。太科幻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好像是超越时空了，掉到一个科幻片里面去。戴上耳机的时候，我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我听到风声同埋雷声，雀仔喺度对紧话，马仔喺度呼吸，我仲听到小溪喺度急急脚赶路。雨点落喺我身上，啪啪啪，好似喺度问我：喂，想唔想一起玩啊？家族的小鸟过来，那个音调的就是突然间那个 key 的就是有重音有低音，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交响乐，哇，太美妙了，哇，太好听了。然后刚才下雨的时候，那个雨的声音刚好是一个就像一个旋律，一个 basic 的一个旋律。因为小鸟的家族，然后有其他鸟的品种比较体积比较庞大的。哇，美死了，太美了。
我哋嚟到阿里，西藏嘅行程已经过咗一半，仲有200公里就可以去到冈仁波齐。呢一路嘅色彩同埋声音，俾咗我好多创作嘅灵感，越来越觉得同呢片土地喺情感上面牵连。可能呢啲就系人哋讲嘅此生必去嘅西藏啦。我从2016年开始收集全世界有故事嘅围裙，而最值得期待嘅就系我哋呢一次行程嘅最终目的——朝圣者嘅围裙。我哋横跨整个西藏，为嘅就系呢个故事。一路嘅顺利，为呢个故事写咗好靓嘅开场白。听日我哋就可以去到冈仁波齐啦。希望呢个咁重要嘅故事有个 happy ending 啦。生活怎么可以没有鲜花呢？好了。嗯，好，是。啊，是了嘛，所以说我就赌到我不行的话，我说我往新疆走。现在叶城那边也是那个。你没把阿里的马、日喀则和拉萨的马消掉，你还是不要进市场啊，要不然你就得给关起来了。一直清真乡。昨天，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在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4名外来旅游人员。谁呀？阳性。此前已经连续980天无新增感染者。白了，军哥，就是神山那个小镇里面是不让进了，他现在旅游局已经下了文件，不让转山了。那我们要商量一下，我们怎么玩，对不对？去不了就不去嘛，就玩别的嘛。对，旅行吧。那去藏东吧，排队出去的。你看，哇，青海那边是3天嘛，对不对？是确定3天了。这个东西也不敢确定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他要隔离7天的话，那我们所有的计划就全部完了。对啊，所以说现在谁也说不准，最后这2个地区的报告就撤掉了。虽然疫情3年，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的天天做核酸，然后要赶路。发现三例，哎呀！8月12号11:19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。317哪里封啊？317那个什么邦？317是江大，江大嘛？哦，江大封了。江大封了是吧？封了。不让过是吧？不让过。哦。邦康封了，不让走。走这条路。这里走榆树吗？对，走榆树。不想过。所有人戴好口罩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进去那个究竟隔离。一入就拉去隔离了。对，一入进去就拉到这个地方隔离了。如果在那待上7天的话，那就拜拜了。7天的话，如果是我们飞去别的地方，也应该要，因为这个行程要排。那你因为这个，你现在手上的行程码有了，你不管飞哪个地方，落地绝对首先应该把你拉去隔离。希望这边不要爆发，你爆发那个没办法了，这对你控制不了，控制不了。再爆发控制不了。警察开路。好，先，好。警车带路，就是不让你停过境的。那不让他们走吧。这火锅不在你手上。四川呐、，Welcome to 四川。1天3省。啊，喂，大哥，我们到那个市区那个公安局了。辛苦你们了，我要有这个上车。Day one，第一顿。搞一个来，吓，暴风雨，有几准喎、你好，来干杯。吃了3日羊肉了。
你好。行吧，谢谢。要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非常感谢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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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多好，还发水。哦，一辆车没有，已经开了半个小时了，一辆车都没有，一辆车都没有。二十几日同疫情赛跑，终于在玉龙雪山脚下停低部车，慢慢咁去欣赏晚霞同埋银河。希望冇口罩、冇核酸嘅今晚可以过得慢啲，再慢啲。原来我已经三年有九个月冇见过咁靓嘅星空同埋日出啦。今次的西藏之行确实有很多遗憾，但是当每日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依然会面带微笑。西藏这个地方给了我太多太多滑下去的勇气，我知道我还会再回来，下一次光人波齐见了。